豪部长，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出席善济医社第82届2016至2018年度董事宣誓就职典礼。我是善济医社汪慧，再次和大家在这里见面，感谢大家的莅临，十分有幸和大家在这里共同见证就职典礼，也非常感谢大家从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到这里。诸位的到来使今天的就职典礼更具意义。善济医社百年辉煌，人心人数造福社会。善济医社不仅是一个拥有百年历史、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宗教、施医赠药的中医社，它更是一个培养爱心、凝聚爱心、传播爱心的地方。爱是一种力量，爱的聚集给生命带来希望与光明。首先请您欣赏善济医社视频短片，让我们深入了解善济的服务，分享善济的温馨，请看大屏幕。今时今日，有不少人为追求奢华的生活拼尽全力，将满足物质需求视为生命的重心。生活步伐急速加快，社会进步了，却往往落下沉默贫苦的一群人，他们无法跟上时代，只能自求多福。生活费日益高涨，令许多人感到持家困难，特别是低收入家庭，他们必须将大部分收入用于应付日常的衣食住行，很难再有余钱去顾及其他方面的需要。因为现在病人很多，出去外面看中医西医都是很贵，一次一次几十块，在收入低收入的，在你真正穷的时候就知道穷的滋味是怎样过的。接着请您欣赏善济医社主席卓春发先生荣获2015年度总统志愿服务及慈善事业奖的分享视频。这个由新加坡共和国总统授予的奖项，是社会服务及慈善最高的荣誉奖项，请您欣赏。在2008年进来善济医社，我看到很多社会上很辛苦的人，他们很无奈也很无助，所以据我所知，做人应该就是说，你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你有能力的话，应该帮贫穷的人，就是起智社会，用智社会。卓春发主席的付出和奉献，同时也要感谢各位善堂人翁对善济医社一直以来的支持。各位嘉宾，现在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善济医社主席卓春发先生上台致欢迎词，欢迎。大家下午好。好。主任刚拍节目的时候，他说老板，他每次叫我老板叫习惯了，他说只有10分钟，连我说可以长一点吗，他说不可以，除非你把两个鼻都一个拿掉。可是我也很想让人家知道，我拿了奖过后的感觉，所以我讲话尽量恰当，好不好？我可以讲2个小时没问题，也可以讲15分钟，不过我尽量恰爽，好不好？尊敬的我是顾问王志豪部长。王志豪部长是一个很慈悲的人，他在短短的3个月，他能够找一个地方让善济开个医社，在王埔。现在王埔这个医社平均每天有200个老人家在那边看病，我们给王志豪一个掌声。还有我要谢谢我以前旧的董事，他们以前我进来的时候，他们都是很老很老的董事。叫做前人种树，后人纳凉，他们辛辛苦苦把这个善济医社留了100多年，到2008年我才接手。我们大家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这些的董事，这些老的董事，这些老的功臣，他们已经是功成隐退，所以全部剩下来都是新的董事。各位大德上知识，大家中午好。50吉祥。什么叫大德呢？很多人在问我，
因为我在佛堂工作做，我在教堂工作做，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我是一个基督教徒，也是一个天主教徒，也是一个道教徒，也是一个佛教徒。到后来呢，我得到什么字呢？得到大爱慈悲感恩三个字，就是要人家做好事。我现在还常常回去那个罗米纳教堂，所以一个朋友看到我站在那边，他不敢出声，他问我三次，你是卓孙放吗？我说是。他说诶，为什么你会来教堂？我说1984年就来教堂了。为什么呢？因为我那时候的家事店是在罗米纳教堂对面，所以我每天都去教堂静坐思考，然后一个梦想就是他们拜拜过后可以来我公司里面买家事，可是毕竟成功了。所以大德就是为社会出钱出力有爱心有贡献的善心人士叫大德，所以各位是大德。善知识呢，有正能量光明，引导大家往正确的方向面对未来，这个叫善知识。你们也是善知识，因为呢你们来到这里会冒着一个很大的风险，啊都叫你出钱，对不对？所以你们还敢来的话，你们就是勇士，勇敢的人。有些话呢很啰嗦，可是很长气，可是它很有意义。55岁的母亲，这是真的故事哦。然后跟75岁的女儿说，出门要小心，记得吃饭。我常常跟我女儿说，儿子说，出门要小心，记得吃饭，一样的道理。他也不年轻，也是20多岁了。上记的 DVD 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看出了慈悲心，看出了大爱，看出了上记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助人为快乐之本。所以看到上记那 video 吗？我自己看了最少50遍，有时候看了自己在掉眼泪。行善很难，慈悲更难，在别人的困难上看到自己的责任。人生最重要的就是生命与健康，可是生命与健康都是无常。什么叫无常呢？就是过另一把，你看它就是无常。还有我们的听水界你那个部长也是叫无常，他好端端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很慈悲的一个部长，很有爱心。有一次我坐在他旁边，你懂，身为一个部长这么高的职位，他问我今晚我应该做些什么东西，应该注意什么事情，你看可贵吗？所以表现这个人多么谦卑，多么谦虚。一个部长，你看他现在所的职位是多么的高，可是发生一件事情，新加坡人民都很痛苦，都很痛心，因为毕竟他是一个很好很好的部长。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当下可得。当下是什么呢？很多人跟我讲说，当下要享受，要去游玩，要带全家人去 holiday。 我的当下跟人家也不一样，这只是参考而已。当下是感恩生命，把钱和时间贡献出来，捐出来，把发挥生命有意义的事，发挥生命更有意义的付出，造福人群。所以当下很多人都不一样，相差很大。所以这是我的当下。我每次告诉很多人，今天是我的最后一天，人家说你很什么，你很悲观。我说对不起，就是今天是我的最后一天，我才很乐观，我才想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不去跟人家计较，不去浪费时间。有一些话我就不讲了，因为刚才那边已经有了。一个人的成功并不在于他拥有多少钱，他拥有多少，权力有多大，名义有多高，而是在于他为社会做了多少事情，帮助了多少人，改变了多少人，多少人因为他而遭到幸福。我身边有个股东，他是40个医生家，我跟他在一起3年，天天在一起，一个礼拜在一起。他老婆还说什么话呢？我找不到老公，我找你就找得到了，你懂吗？所以钱到底是为了什么呢？看40个亿，实际上是一种真爱，它真诚、慈悲、感恩、光明、无价，是一种内涵，一种感动，一种学习，一种修身养性，充实生命的动力，体现生命的价值。慈善是用心，用心再用心，慈悲，慈悲再慈悲，心量有多大，舞台差距有多大。我小时候很穷很穷，我读华侨中学，我是读书比较好进去的，因为那时候华侨中学两种原因可以进去，就是你老爸有钱嘛，二就是你读书还算不错。我是唯一被校长叫出来台上给几百个学生鼓掌庆华侨中学的。那个小学是要赚华侨学，才3个人进华侨中学，
所以我还是很感恩的那一天。小时候我虽然过得很苦，可是我很高兴，因为很充实，学习了不少东西，也让我领悟了不少东西，所以我学习到什么叫承担，什么叫付出，什么叫感恩。十五岁离开学校，辛苦了四十年了，经历了不少，也吃了不少苦。2009年把上市公司卖掉，本来想享享清福，想去做一些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没有想到竟然跳进来上级。为什么呢？因为我以为进来上级就做慈善了，慈善没什么了不起，就是出钱出力嘛。可是他有他的内涵，他有他的深奥，慢慢我再跟你们解释，因为时间不够用。小我不开心，大我很开心，因为人命关天，上级每天都在争取时间，把握时间，积极的在做，解除他人身上的痛，帮助他人消灾解难，让他们身体健康，救人救命。所以人家说我太快了，其实我不快，我还嫌我自己很慢。为什么呢？因为我资金不够，不敢跑太快。2008年我进来上级，上级才四个员工，两个前台，两个医生，每天看病20多位。现在上级有全职员工107位，每天看病的人有1000位，1000多个，差不多整每天平均1000个。我们的目标在2008年是2000位。535肿瘤中心也每天为100多位肿瘤的人治疗，跟延长他们的减轻他们的病况，跟延长他们的寿命。我们的每个员工都有 KPI。 我认为一个好的医生呢，如果没有病人跟着他，不是一个好医生。尤其是上级的收费这么便宜，这么就是这么低啊。我们也打算在明年1月1号增加那个收费，因为我们顶不住啊，顶不住，因为看的人太多了。我请人吃饭的时候，如果4个人是3菜1汤，如果20个人我就炒米粉而已，没有办法，因为八字的关系。一个好的医生，一个慈悲的医生，肯定会有很多人跟着他，所以我对医生很严。我曾经叫了一个医生一个推拿师进来，我立刻辞掉他。为什么呢？因为我再三考虑，因为他不适合我，因为他太计较，太计较就没有办法来上级医生。我先报告的数目字给你们听，好不好？我们2005年推拿在新加坡，我们的是算是最大的推拿。新加坡中医界里面推拿，我们是算是规模最大的。2014年、2008年我们没有推拿的服务。2014年有12000个病人给我们推拿。2015年有31000个。2011年、16年有55000个。2017年我们估计有70000个来上级推拿。一个推拿呢，在外面拿平均50块，我们只是收5块钱、10块钱，所以我们大大的减轻病人的负担。在2014年，我们的看病总数才57000个，2008年是3000个而已。一年呢，我们讲一年，2015年我们有150000人次，2016年到目前我看到4月的报表来讲，总共我们会达到26万人次。26万人次跟2000-3000人次 的增加发现比是90倍。我们估计在2017年会43万人次，在我们给药方面，我们叫一贴药，一天的药叫一贴药。我们今年给的药出去是70万贴，一天的药叫一贴。我们明年给的药出去是100万贴，所以一贴药来讲，10块钱来讲，它的成本就1000万了。所以我们这个工作呢，其实我们在减低很多很多成本。对吗？我进来上级上班，我没有拿工钱，我的薪水坦白跟你讲，没有100万你请不到我的。如果我去上级跟上级做一年工来讲，我就去上级省了100万，做了8年就省800万，做了20年就省2000万。可是我的钱我省下来，我是想帮更多的人，所以我要改变我的生活。以前我是驾跑车来上级的，现在我没有了。以前呢，我买东西是不用考虑的，现在我买东西要考虑。以前我给他停车是给20块、30块小费，现在我自己停车停在停车场了。所以我整个生活要改变，你懂那个总统来上级议事的时候，他一坐下来，他问我什么话吗？对，总统叫我谢谢你们，他说每次你在演讲的时候代我谢谢大家，谢谢什么？谢谢董事啊，谢谢支持者。他自己讲的，你不相信可以打电话问他。还有呢，总统坐下来，他问我什么呢？他说我读了你整个阿皮哥，读了又读，读了一读。我没有想到新加坡有这样的人，他想不到，说他亲口问我，可是我跟他讲了，他很满意，他说有机会
他再来出席诗词上进。还有呢，陈川的部长在开幕典礼的时候，他也是问我一样的问题。他说：“我知道你，我读过你的阿迪哥，你怎么不拿薪水呢？可以拿一点点吗？”我拿也死，不拿也死，不过我还是选择不拿的死。王志林部长跟我吃饭的时候，也是问我一样的问题，说我是另类。可是我这另类是正能量的，不是负能量的。我在看一些东西，能够跳我就跳，好不好啊 ？OK， 久病啊，无孝子啊，一个人生病，家里如果五个人来讲，五个人都痛，真的五个人都痛。我看到一个肿瘤病人在535，我进去的时候他不懂我是主席，跟他打招呼，他瞪我嘞，给我脸色看嘞。我没有怪他，我觉得他很痛，我就是要替他解决问题。现在他看到我笑嘻嘻的，还跑过来拍照，表示我们做东西是对的。为什么呢？解决他的痛苦，而且他四个人，他现在都不用四个人来陪他了，他一个人跟一个老婆陪他。所以刚才看到那两夫妇吗？他们不是夫妻。很多人问我，他们夫妻吗？不是夫妻，他们是到癌症中心，因为他们互相有痛，而且他们没有人陪他来，他们变成好朋友，所以他们好到感觉像夫妻这样。所以我们在善济医社里面，我们也 create 个地方，让老人家可以交流，可以交心，可以认识更多的人，而且我们最重要是心灵上的辅导。你相信吗？上级的人不可以发脾气的。为什么呢？他每一个人工作的场所，他的面前就看了五个字：宽容、慈悲、大爱、感恩、祝福。所以他生气之前一定要想到主席讲的话，而且主席跟他讲过一句话：你忍不住，病人扒你一巴掌，我站在那边给你扒一巴掌，算作扯平。所以上级人都很慈悲的。你不用跟我约时间去看上帝，你自己本身随时随地去看上帝，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跟我沟通。高处不胜寒，树大里招风。我鼓励我的孩子做义工，不过不是在上帝。为什么呢？我不想把我亲人带来上帝，我要公平公正。很多人跟我讲，培养你的人出来接班，他开这个国际玩笑，你懂吗？深圳徐鹏年讲过一句话，他有身家大概7亿美金，他说我儿子有才不用我的钱，我儿子无才留钱没有用，他把全部的钱捐出来，这个是真的。徐鹏年，你可以去谈看一下。后来徐鹏年的弟弟不高兴，去争这个财产，可是官司还是徐鹏年打赢了，政府在香港的政府还是接受徐鹏年的医术。我姐姐是中医师，想来跟我做义工免费，我说不要。他说为什么呢？做义工就做义工，我这么小气。我说不是，你来做义工就是有，就是跟我有关系。后来我跟他解释，他也认可我了，我要公平公正。然后我的姐姐认识很多中医的朋友，我跟你讲一些课外话好不好？有个朋友跟他讲说，哇，这个上级的主席卓先生发财了，他最近筹到很多钱。所以我姐姐跟我讲，弟弟你要小心啊，外面这些话有人在讲。我说没关系，他太低估新加坡政府，也太低估 IPC 了，明白吗？我告诉你，我们的账六月的一月到六月，企业在审计的，我们的账一年的账，我们3月1号一定在孔明哥里面你可以看得到。现在每一天多少个病人工钱多少钱，我都清清楚楚。OK， 我们有总共有500万的资产，在2014年，我们的总的费用是150万，2015年是300万，2016年是500多万，2017年是600多万，2018年是800多万。你说我不怕吗？我很怕。如果我胆子不大，不够勇敢，我会忧郁症，因为男人50多岁也会有忧郁症。OK， 我们2015年的薪水是130万。这薪水最高的 ，OK， 我觉得一个事情我蛮内涵的，蛮心酸的，就是想我想跟别人不一样，我想做的透明一点。我在1-2个月前我出了一个通告，就是上级的费用。我以为这通告出去呢，我的支票会几百张基金进来，可是我告诉你，我觉得很惊讶，整个社会变了嘛，竟然我一张支票都没收到，我觉得太可怕了，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了嘛？所以我到现在还在找这个问题，可是我没有放弃，我继续行我的善，讲我的话。可是也有温馨的一面，等一下我最后再讲出来。然后我们的保险哦，100个员工要6万块，
我都在考虑考虑考虑再考虑，都不舍得花。如果在座的一位伤心人士想报销保险给我们的员工，等一下私底下找我啊。OK， 我很感激一些朋友，他处处为我着想，比如那个 Taren Wong， 他介绍我一个朋友给我认识，那个朋友叫 James。我跟他坐下来的时候，他说：“多春花，我认识你，我很敬佩你，我建议$100,000的股票给你。”我在想说，你讲大话，你不认识我，才坐下来十分钟，你要建议100万的股票给我，我觉得没可能。他说：“你肯定不相信我，不过我不会把股票放在你的名，你一定要去善济医社注册一个股票的户口。”我去注册了，一个礼拜前，我叫 Taren 问他这个诺言还实行吗？他说 ：“OK。”恐慌$100,000的股票送给我们，不过加了一个条件，就是一年后才可以卖。我说谢谢，所以这个东西应该在9月份会知道消息。Kenny，他是我的朋友，应该认识有十多年吗 ？Kenny 有十多年，我们很少接触，只是偶尔会吃饭，偶尔打个招呼。最近有一个投资项目，我们在见一个朋友的时候 ，Kenny 说要来上帝找我做，等他来找我做，说 Kenny 说他想支持上帝，觉得上帝是一个很好的慈善典范，他说想捐一些钱。我坦白讲，我那时候叫汪慧跟那个敏基一起来写东西，你懂慈悲的 Kenny， 他开口就是我捐100万，大家给 Kenny 的。我每次跟人家讲很多话，说我的费用很高，我就想到一个爬山的故事。我爬长白山的时候，是十多个人在爬，然后呢，那天是冬天，我又穿着美丽的皮鞋，我的朋友叫我一起爬，我就不想爬，他就硬拉我去爬。你懂到山上啊，十多个人爬，最后山上多少个人爬到长白山吗？3个，我是其中的一个。为什么呢？有的怕冷，有的累。有的怕晕，有的说我脚酸的痛，懂吗？做慈善就好像爬山这样，懂吗？所以叫做高处不胜寒，懂吗？所以多带点冷衣啊，懂为什么吗？因为很冷很冷。有一个朋友蛮好笑的，他寄了一张支票过来，他说他认识我，可是我还不懂他是谁，叫做德惠，我是新加坡星座的，所以我去星座总会查不到他。他寄了一张支票50万过来，然后我觉得很惊讶，然后我去敲他的门，我自己敲了2次，他不开门。后来一个员工去敲门，他说叫卓先生不要来敲门，因为我觉得他借550万给我，我觉得应该上门跟他讲谢谢，对不对？可是他不敲门，就没关系，我就探听隔壁的人，他是50多岁的，没有孩子，2个人住在那边，然后奖杯做给他的，你懂他跟我们的公司员工怎么说吗？叫卓先生不要再来敲门。然后我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会尽力支持，奖杯拿回去，然后换一个名哦，送给别人，够力吗？够力。还有他怎么说呢？他说你写这封英文信给我，中医是这个要听哦，中华文化，为什么你没有写华文？那天开始，我叫我们公司的同事信出去都要中英文，你看他帮了我不少。所以我是能够接受人家的意见的。本来我是想在6月1号开始，7月1号开始收那个收费高一点。后来因为董事期的建议，我后来移到1月1号。Eric Tan， 我们约他出来吃饭，说 Eric 啊，我们要建楼啊，然后希望你在宜兰这么有名，赚了这么多钱，帮我们建一栋楼。他没有推卸。他说他现在有一个项目在做，等他项目做好的时候，他来找回我们。你看，勇敢吗？哎，这个要求不是100万的，这个要求是1000万，1000万。Eric， 再见。我跟 Kenny 讲了很多次，我们的费用是600万、700万、600万、700万。Kenny 还自告奋勇进来做董事。Kenny， 谢谢你的勇敢。真的，谢谢你的文化。OK， 有一张纸哈，
是有一些朋友他们都没来的，所以无法谢谢他们，所以我就放在纸上。还有 Kenny 为什么会捐这100万，这里一个小故事大家不妨分享一下。还有另外一本簿子是我们的报表，有什么对账目上有什么疑问可以向我们跟我们提起。还有最后我讲几句话跟大家分享，然后我就下来了，不是下台啊，不好意思。OK， 大家听一下吧，蛮有意思的。以前呢，我每讲了50多年的磁场是磁铁的磁，我到今年年头的时候才把这个磁铁的磁变成慈悲的慈，因为我是在做慈悲的工作。OK， 选择善济，因为慈悲。选择接受，因为放下。选择承担，因为因缘。选择付出，因为感恩。选择大爱，因为生命。谢谢大家。那我们给主席一个掌声。谢谢，再次感谢各位主席。各位嘉宾，现在让我们有请主宾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王志豪先生上台致辞，欢迎王部长。各位女士们、先生们呢，大家下午好。每当我在区里面去访问我们的居民朋友的时候，我敲门哈，又是敲门了啊。那有时候呢，那个居民可能是刚搬进来吧，不认识，他可能什么事情啊？那我就说不用怕，不用怕，我只是来拜访大家，跟你问好而已。所以呢，讲几句就好讲。所以我也不要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哈。总的来说呢，我是很赞同善济医社的方针，那就是说，刚才郭先生他说的大爱、慈悲，我觉得在我们的这个社会里面是很重要的。搞不好的话，我们的社会呢是很物质化的，常常会想到自己，没错，但如果忽略了别人，尤其是忽略了我们社区里面、我们社会里面、我们国家里面更有需要的那一群，那良心上过不去，长远来看对国家也不好。所以不管我们是从宏观、从长远、从道德来看，能出钱的我鼓励大家出钱，能出力的我鼓励大家出力，大家一起来做。出力的不比出钱的重要，出钱的也不比出力的重要，要一起来做。刚才郭先生说那个爬那个长白山，我没爬过，但是我知道你叫人家去爬山，实实在在的能到顶峰的剩下的没几个。为什么呢？理由你已经说出来，难爬、冷、累等等。但是呢，做善事、做慈善，实实在在的是一座高山。所以呢，我也是非常的敬佩啊、大家的勇气。我们不能说成是明知山有虎了，但是这一座山呢，有没有虎我不知道。但是我同意，这座慈善慈悲的山，爬来不易。但大家呢，有这份心，有这份贡献的心态，我非常非常的敬佩佩服。这个年头我们的经济呢也是比较疲弱，在疲弱的经济当然呢，我们可以想到需要帮助的人会更多。为什么呢？因为可能薪水缩水，可能被裁，家中赚钱的那个被裁等等的理由。所以我看在今年呢，需要善济帮助的人肯定会更多，即使你不增设新的那个医生，我看需要我们帮助的会更多。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也是非常赞同卓先生还有在座的各位的，在行善的当儿，也是要紧紧的抓住那个我们的那个入与出，
持续性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卓先生刚才有说。但是呢，我也要特别鼓励大家，生意不容易做，钱不容易赚。但是当我们想到我们社会里面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当经济好的时候，钱较容易赚的时候，我们捐出来，我们还是要非常非常的感恩。但是那个相比之下，可说成是锦上添花吧。但是经济疲弱的时候，人需要帮助的人更多的时候，他们的困境更难的时候，我们鼎力的去帮，那可说成是雪中送炭，那个更有意义。所以呢，我就在此不再说了，我们付诸于行动。我感谢大家，也恭喜那个新的委员会的成立，谢谢。好的，感恩部长，请部长留步。现在我宣布宣誓仪式正式开始，有请善济医社全体董事上台。请全体董事上台，由王部长监誓。首先欢迎卓顺发先生，欢迎我们的副主席于庸杰博士，副主席郭光华先生，副主席郭来新博士，还有我们的总务蔡瑞华先生，财政张养新先生，副财政叶承德先生，我们的社务吕艳萍女士，社务林恩曾先生，社务崔鹏先生。请大家伸出右手，开始。我等谨以至诚，接受这言不惑担任董事，事先遵守本社章程与意决，尽忠职守，尽心尽力，共同发展社务，促进我社生机事要，救济贫民，维护大众的健康及维护本社声誉。我是义工志愿者，做出任何决策都以善济医社的利益为前提，不参与任何与我有利益冲突的交易。此事好的，感谢各位董事。请各位董事到台侧就坐。王部长请留步。现在请王部长监誓就职签署仪式及颁发董事单选证书。来，我们给你掌声好不好？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副主席林庸杰博士，欢迎林博士。感谢林博士的支持和付出，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副主席郭光华先生，欢迎郭先生。谢谢。接下来欢迎副主席郭来新博士，欢迎郭博士。博士的支持和付出。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总务蔡瑞华先生，
欢迎蔡先生。谢谢，奉上无限的感恩。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财政张养新先生。欢迎欢迎张先生。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副财政叶承德先生。叶承德博士，欢迎叶博士。感谢叶博士的支持。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社务吕艳萍女士，欢迎。感谢吕艳萍女士的支持，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社务林恩曾先生，欢迎欢迎林先生。善济医社的新董事成员，来，我们给林先生一个掌声，感恩他的支持，谢谢您。最后让我们欢迎社务崔鹏先生，欢迎崔鹏先生。好的，谢谢，谢谢崔鹏先生，感恩各位董事的支持和付出，奉上无限的感恩。接下来进行我们的交接仪式，我们的财政移交，请第81届财政郭来新博士将手中的财政文件移交给第82届财政张养新先生，欢迎二位。王部长颁发委任状给我社顾问。首先让我们欢迎法律顾问黄锦熙律师，欢迎黄律师。感谢黄律师一直以来对善济医社的支持，谢谢您。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欢迎顾问吴天禄师傅，欢迎吴师傅。留步，现在有请全体董事上台合影留念。吴彪雄先生，感恩您的鼎力支持，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拿督拉陈永发先生，欢迎陈先生。谢谢，谢谢陈先生。接下来欢迎洪振群先生的公子洪伟雄先生上台，代表洪振群先生，谢谢。感谢洪先生的支持。好的，接着欢迎梁家吉先生 PBM， 感谢梁先生一直以来的支持，谢谢您。
好的，接下来欢迎李庆峰先生，我们的荣誉主席。谢谢李先生。欢迎荣誉主席汪云峰先生，感谢汪云峰先生一直以来的支持与奉献，谢谢您。接着欢迎荣誉主席张景泉先生，有事无法出席的还有谢楚明先生接 BBM， 拿督司礼吴木新博士 BBM， 彭林先生 BBM， 潘东黎先生 BBM， 林福兴先生 BBM， 还有邱汉春先生，我们再次感谢他们成为善济医社荣誉主席。接下来颁发的是名誉主席，首先让我们欢迎巫顺山先生 PBM， 感谢巫顺山先生对善济医社的支持与厚爱。在善济医社大大小小的活动中都可以看到巫顺山先生的支持，来，我们再次把热烈的掌声献给他，感恩。谢谢，再次感谢巫顺山先生。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许建峰先生 PBM， 欢迎许先生。感恩您的支持，接下来欢迎名誉主席周顺发先生。欢迎周顺发先生。周顺发的胜利。谢谢您的支持。还有有事无法出席的有何永仁先生、林国祥先生、李周罗先生。接下来，让我们颁发的是名誉董事。首先欢迎傅金泉先生，我们的名誉董事。这边，妈妈来。妈妈。感恩傅先生对善济医社一直以来的关心，谢谢您。接下来让我们欢迎陈天荣博士，我们的名誉董事。感谢陈天荣博士，希望您一如既往的支持善济医社，谢谢您。有事无法出席的还有何能恩博士、陈全安先生、郑金子先生。接下来我们颁发的是慈善大使，感谢他们一直以来为善济医社慈善事业的推广与宣传所做出的贡献。首先让我们欢迎王敬良先生，欢迎王先生。谢谢，感恩您的支持。接下来欢迎李伟松先生，歌王，也是善济医社主题曲《为善最乐》的歌唱者。谢谢您的支持。有事无法出席的还有王敬顺先生、李思松先生，感恩大家的支持。接下来颁发的是爱心大使，首先
欢迎柯保国先生。谢谢柯保国先生对善济医社的支持与厚爱，感恩您的奉献。谢谢您，接下来欢迎爱心大使范一先生。接着欢迎爱心大使申小燕女士，感谢申小燕女士协助善济医社筹款。默默无闻不求回报是善济医社董事同仁的本质写照，奉上无限的感恩敬意，谢谢大家。接着我们要颁发感谢状给我对3月19日善济爱心慈善晚会投标项目慷慨支持的嘉宾。首先让我们欢迎蒋友俊先生。蒋友俊先生以128,000元标得新加坡市区全景图，感恩蒋友俊先生的支持。接着感谢的是姚再生先生，他以108,000元标得星云大师1:4书法佛。谢谢您的支持和参与。接下来要感谢的是拿督司礼郭光华先生，他以80,000元标得林子平先生的鸿福。接着感恩梁家吉先生 PBM 以80,000元标得林子平先生的平安，感恩您的支持和慷慨。谢谢梁家吉先生。接着要感谢的是拿督司礼傅彪雄先生 BBM， 他以68,000元标得林六赞先生的花中睡美人，随后又捐赠出来，再次感谢傅彪雄先生。接下来要感谢的是傅文克先生，他以40,000元标得林子平先生的四海一家，花开吉祥，如今花开。谢谢您傅文克先生。接下来让我们感谢郭旭泽先生，他以28,000元标得爱马仕铂金包。哇，感恩您的支持。谢谢郭先生。接下来要感恩吴顺山先生，以16,886元标得林子平先生的山。谢谢，谢谢吴先生。再次感恩吴先生的支持。接下来要感谢的是雾兰运输服务私人有限公司，以16,886元标得林子平先生的树根，根深蒂固。谢谢，谢谢，谢谢吴先生的慷慨支持。接下来让我们感谢李金玲女士，以15,000元标得林子平先生的别有洞天。欢迎李女士。
次感恩大家的支持与厚爱，希望大家可以一如既往的支持善济医社。接下来我们要颁发感谢状给捐赠竞标物品的嘉宾朋友们，感谢他们慷慨捐出自己的珍藏物品投标，他们乐善好施的精神令人敬佩。首先让我们感谢郭文明伉俪捐赠青铜像佛，感恩，谢谢，谢谢郭先生。功德无量啊，谢谢您。接下来要感谢卓春发主席捐献陈庆炎总统亲笔签名的新加坡市区全景图，谢谢，谢谢郭先生。接下来感谢蔡瑞华先生捐赠1981年麦卡伦 Whisky 和星云大师一笔字书法佛，哇，我们的一笔字书法佛标得108000元，感恩。接下来让我们感谢吕艳萍女士，吕艳萍女士奉献了手工纯银壶和爱马仕铂金包，感谢您，感谢您的捐赠，送上无限的感恩。接下来要感谢卓春发先生、张养新先生、蔡瑞华先生、叶承德博士、李庆峰先生及吕艳萍女士共同捐赠林子平先生十幅字画系列平安鸿福开山别有洞天四海一家花开吉祥富贵花开万事如意胡姬花和树根根深蒂固，来欢迎各位嘉宾，感谢你们的慷慨支持。欢迎吕艳萍女士，谢谢，来感恩蔡瑞华先生的支持。接下来我们要颁发感谢状给善济医社的支持者。首先感谢 Lexus Singapore 于5月24日主办 Lexus Charity Golf， 为善济医社筹得127638元。Mr. William Chu 因为有事情无法出席。同时呢，也要感谢协助我社成为此筹款项目的受惠慈善机构的曾宗敏先生，也因为有事无法出席。来，我们再次把热烈的掌声献给他们。接下来感谢新加坡非凡舞蹈学校王海清小姐，有请王海清小姐。她在7月20日举办第3届世界肚皮舞节开幕晚会，她在晚会上特别增设拍卖环节，协助善济医社筹款。感谢，感谢王海清小姐。接下来要感谢的是卓开明先生，欢迎，欢迎卓开明先生，感谢，感谢您的支持，希望您可以一如既往的支持善济医社，谢谢。接下来欢迎郭旭泽先生 PBN， 欢迎。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善济的支持，协助善济医社筹款，谢谢您。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易凯 Development 陈高泉先生，欢迎陈先生，感谢陈高泉先生支持第3届世界肚皮舞节开幕晚会暨善济慈善拍卖晚宴，乐捐50000元给善济医社，感谢您的支持。接下来让我们欢迎 Mr. King Kong 资助10000元。谢谢您，他资助10000元给我社就职典礼费用及我们的医社基金。同时也欢迎许财生先生，许
许祥生先生资助8888元，资助今天的就职典礼费用及医社的基金，感谢您。888888很吉利的数字啊、哦！谢谢，谢谢您的支持。同时，我们也要感谢媒体机构的朋友们一直以来对善济医社的支持，传播善济医社的理念与正能量所做出的贡献。首先，让我们欢迎新加坡《海峡时报》梁荣锦先生，感谢梁先生一直以来的支持，谢谢您。感谢的是《联合晚报》林，有请林辉志先生。感谢《晚报》一直以来对新加坡善济医社传播正能量。谢谢您，当然也要记得报道今天的新闻。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新民日报》黄甜甜小姐。谢谢甜甜小姐。接着要感谢的是《新加坡眼》，让我们欢迎贺丽琴小姐。大家如果没有加新加坡有微信的朋友，如果没有加新加坡眼的朋友，可以添加一下新加坡眼，经常可以看到善济医社的信息哈，也可以经常看到新加坡的即时的新闻。谢谢您，谢谢您的支持。接下来欢迎 Rings TV 徐福元先生，感谢 Rings TV 对善济医社活动的大力支持，谢谢您。接着欢迎新加坡福智林集团周帆小姐对善济医社活动的支持，谢谢您。接着欢迎商和国际左琪小姐，谢谢你们对善济医社的传播所做出的贡献，谢谢你们。好的，再次感恩大家的支持，善济医社离不开你们的扶持、赞助与鼓励。接着，有请主席赠送纪念品给王部长，感恩慈悲的王部长一直以来对善济医社的鼎力支持与关照，让病患者离苦得乐，为他们创造幸福的生活。好，再次感谢，感谢部长。同时也感谢支持我们参加企业，感谢董事同仁。现在请部长回座。